早，起床了吗？都准备出门了。吃早饭了吗？待会儿顺道买个三明治，你吃了吗？吃了吃了。想我了吗？当然想。10850公里，是赵依依与许家树此刻的距离。虽然常年分隔两地，但我始终觉得我们就在彼此身边。许家树，你是不是也一样呢？我叫赵依依，此刻站在教室另一头的是我喜欢了三年的许家树。你也喜欢听这首歌啊？三年里，在我单方面努力下，我们说过的话终于勉强超过了十句。那当然了，从这个歌手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了，他的每一张专辑呢我都会听。他就出了一张专辑，这是第十一句。看第三题，读图 DC 垂直于平面上的 ABC， EB 平行于 DC， AC 等于 BC 等于 EB 等于。三年里无论怎么换座位，我总是离许家树最远的人。而比这更遥远的是我们名字的距离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许家树，到后面去。但尽管如此，我并不气馁，因为我一直喜欢的从来都不是那个优秀的许家树，而是被过度发达的头脑拖累了四肢的许家树。我要不打游戏，明明很怂却偏偏要做外科医生的许家树。下一个许家树，后面同学保持安静。没事，别晕倒了。这个比许家树还怂的人，同学叫李唐。胖哥给你表演杂技。他喜欢投篮，更喜欢看他投篮的人。我最好的朋友乔乔，全世界知道我喜欢许家树的，只有他们两个。也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，我和许家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老师，我做完了。
这三年我的喜欢只是暗恋，而现在到了暗恋故事的结尾，我不想让自己遗憾。多大的人了，幼不幼稚？哎，还好咱们是毕业了，不然这一池子水早晚都被你洗黑了。我就喜欢。喜欢？哎，赵二，你看，能有多喜欢呀？还不是迟早会被水冲淡的。总有冲淡的。但是因为时间还不够长，距离还不够远，水还不够多。我们的人生即将迎来新的篇章，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1000天，这也意味着我们一起经历了1000个日出和日落。我们无需害怕短暂的分离，因为我们终将在灿烂的未来相见。楚了，或许我们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但是我们每踏的一步都将拉近我们要抵达的终点。最后祝愿我们的母校更加美丽，每一位同学前程似锦，一帆风顺。谢谢你。张一，看你。别坐。能与你相遇，远远的和你同行三年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毕业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在同一所大学、同一个教室，甚至不会在同一个城市了。所以，我不想让自己后悔。我。赵依依，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我不喜欢你吃别的男生送的午饭，也不喜欢别的男生要你微信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一直把我当哥们。我喜欢你。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啊，我承受得住。我还怕你后悔呢。许家树怎么会喜欢我呢？早知道我就应该化妆的啊！赵二，你看这高吗？信不信我把你推下去？嘚瑟！
干嘛呀？明明是你自己拒绝理他，非搞得跟自己失恋了一样。这事怪我吗？都要出国了才跟我表白，早干嘛去了？那你喜欢他吗？我喜不喜欢他不重要，喜欢又不代表在一起。我可受不了异地恋。异地恋怎么了？异地恋就像你现在喝的这种无糖饮料，里面没有一点糖，只有阿斯巴甜，但却会让你觉得很甜。手机屏幕里的甜言蜜语永远比不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拥抱。那我就是喜欢喝这种饮料。你就是喜欢喝难喝的呗。哼，我们大人都喝这个。异地恋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？反正大学咱俩也在一块儿，姐罩着你。乔乔，乔乔，哎，咱孙女出息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再看看你。你们就别再夸她了。哎，东北。要我说，她这次完全是撞大运，超水平发挥了。这个好，厉害，看看。来。喂，依依。我想见你，现在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喜欢我什么？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你真的喜欢我吗？怎么突然问我这么多问题啊？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真想知道。我喜欢的那个人，他有时候聪明，有时候笨笨的。赵一，宁愿自己背锅，也不愿别人受罚。你瞎说，到后面去。他和我不一样，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看法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高中三年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不断地靠近他。渐渐地我发现，他好像永远都那么快乐，那么可爱。可爱到我没有办法不去看他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如果能跟他在一起，一定是最幸福的事儿。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怎么听都不像是优点。在我眼里都是优点。其实我优点挺多的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看你绊倒了怎么办？要不然我复读吧，我去北京找你。那不行。你想啊，如果我跟你说同样的话，你会怎么想？那当然不行了，你好不容易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，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是吧？你也考上了你最喜欢的新闻专业了。可是你知不知道北京离厦门有多远？开车的话要一天一夜，普快的话是26个小时44分钟，坐飞机的话是2个小时50分钟。那也还是很远啊。依依，相信我，也相信我，不要再依依不舍了。依依就是不舍。
我每天都会打电话，对吗？就算通不了电话，我们也会发信息的。再忙也要发。但你不许关机。每天都要说晚安。每天监督你早起。去上人体解剖学，有点害怕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再来一下。好。三二一。小江，不管你怎么否认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所以我不会放弃。哼，对不起。李汤，你挺棒的啊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！以后少整这些没有用的。走了。你等一下，乔乔。你不问问我，为什么还没走？我复读了。想考你们学校，就我这成绩，一年以后还是未知数。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等我，但是我不想后悔，
所以还是要试一试。祝你成功。上面那三个吃不吃饭啊？乔乔说我挺棒的。祝我成功。他叫于金，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第一个朋友。徐家硕，你什么情况？一天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的，你不是下午没课吗？哎呀，我碰到静音了。等一下，姨，我现在在医院呢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是于静，她打球摔了。我下课了。对了。于金怎么样了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来，你看看。爸。家树。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我想把上次那个实验再做一遍。好啊。你去忙。姨，我要去做实验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刚那是谁啊？蒋欣然，跟我一个实验组的同学。哦。为什么晚上做实验啊？明天上午有个实验课，上一次实验就我们组没有通过。那就你们俩？还有其他同学。杨硕，快来看看，晚上再聊啊，我去忙了。哎，谁啊？好有辨识度的长相，是不是？好好看，不是啊？你看看，是谁啊？徐爱诗同学。这谁呀？看不懂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嗯，发尾太短了吧？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而且这种女孩子大街上被抓一大把。就是，她没有特点，你明白吗？你多好看啊！嗯。这个类型哈，在他们那个学校，还是比较少的。咱不是说她长得多漂亮，但是她稀有，就是那种稀缺资源，你懂吗？稍微注意点就行，不用很多，就一点点，一点点。
们两个人每天都会分在一组吗？你们是自愿在一组，还是老师分配的？老于，久等了，我刚下课。不好意思啊，吃个泡面凑合一下吧。合适吗？就这么对待一个重伤患者，合适吗？爱吃不吃啊？还是人依依姐好。哪个依依姐啊？赵依。你看人家都知道给我寄包营养品，你就给我整这，我不吃。放心，没说你坏话，你有空也给人家回个电话，老问我你在干嘛。喂，这么晚才下课啊？吃晚饭了吗？依，什么情况啊？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我是去找于晶啊，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当然不是。先这样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。我。我猜许家树一定是生气了，要不然你去跟他解释一下，要不然你去道个歉吧。道什么歉呀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这个态度摆明了就是要跟你冷战，谁先沉不住气谁就输了。小孩才玩冷战那一套呢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要用成年人的方式解决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is is Parker Dial.依依，你在哪儿？电话怎么关机了？大白天抢东西！警察同志，蹲那儿！啊，听见没有？听见。你什么地方人？你来这边。警察叔叔，我真的以为那个包是我的，我不是小偷，那包里面还有我的。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要干什么？我从厦门到北京找我男朋友，要一张最快到北京的火车票。卧铺没有了，用座要吗？要。因为太累了，睡觉睡得有点死，我一觉醒来都不知道到了哪一站，还发现包没了。我看那个人很可疑，我就赶紧追上去。我们的包居然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干嘛你？我跟我男朋友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已经认识三年了。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先喜欢他的，后来他也喜欢我，跟我表白，我们就在一起了，谈异地恋。谈异地恋之后，我们最近在冷战，然后我就想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哎，打给他。干嘛呢？我就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嘛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你走吧。啊，我这就可以走了。怎么着，想在这吃晚饭？其实异地恋啊挺不容易的，我跟我老婆11年两地，中间很多次呢觉得过不下去了，都不知道未来该怎么样。然后呢？然后他不是我老婆，他是我领导。哎，领导，正走着呢，真的没骗你。买到了，买到了，必须买到。我今天带着图纸去的。哎，还是得打个电话给你男朋友，叫他来接你。
怎么还哭了呀？面包不好吃啊？我不是为了保存体力吗？那你要是生气了不来接我怎么办？羞傻瓜，怎么会生你气呢？别哭了，对不起啊。今天一天都联系不上你，我终于体会到你之前的感受了。我不是我，但我真的没有不信任你。我知道，累坏了吧？都20多个小时了，冷不冷啊？冷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随便乱跑了。嗯。嗯。嗯。许个愿吧。我现在都紧张死了。紧张什么呀？那你现在穿的什么？你拍个照给我看一眼。好吧。哎，赵依依，咱们毕业多长时间了？你怎么还穿这种内衣呀？你还把自己当小孩啊？你洗洗睡吧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别啊别啊，乔乔，这是你看清了。怎么了？你就是整个给他一个大惊喜。小姨，小姨，你手机要是坏了怎么办？防水的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就像延迟兑换了一张中头奖的彩票，我和许家树迎来了我们迟到的热恋期。许家树，
介绍一下啊，我女朋友赵依依。我就不用介绍了，熟。终于见面了，依依姐，把你的手拿回去。然而在一起时有多快乐，分开时就会有多难受。我和许家树在一起的每一秒都是倒计时。现在是不是和她在一起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是她最好的闺蜜吗？那我也总不能天天跟着她吧？那他们俩的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放心好吧，只要她有情况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派出所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管好你男朋友，下次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李唐家属，你是李唐家属吗？啊，哦，是是是，我是。以后遇到问题，别老想着拿拳头解决，伤了别人，害了自己，回去以后好好反省自己。乔乔，你也看到了，他有女朋友，关你屁事儿！他欺骗你的感情，我李唐忍不了。李唐谁啊？谁说拍张照片就代表喜欢别人了呀？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？什么事都靠打架解决，还总打不赢，搞得自己一身伤。你在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乔乔，乔乔，我知道你对我挺失望的，我也是。我今年没考上。但是我这次就差五分，明年我一定能考上。你真正脑子有病，你复读复上瘾了，考不上就考不上呗。就摊上个报道军训呢，现在这帮小孩刚开始军训就谈恋爱，好不了三天。哎，说你们呢，早晚得分。干嘛？说的那么好笑，一点都不笑是不是？哎，大姐，你是不是活在平行宇宙啊？要么人在北京，要么抱着手机。从刚刚我们干活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在偷懒，我有没有说过你？对不起啊，可是徐家树又是徐家树，他最近真的有点奇怪。怎么啦？说好了后天走的，明天海洋馆的票都买好了，现在计划全部泡汤。
那不临时有一个学术交流吗？而且你昨天晚上都没有抱着我睡觉。那肯定是睡着了，睡着了哪能知道吗？你以前可不这样，反正那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就说变就变了。咦，我没变。你就变了。没变，没变。就这？就这？就这？这还不够。还有，他最近消息回得越来越慢，字数也越来越少，他肯定有问题。看着你有问题。哎，你们腻腻歪歪一整个暑假，才分开几天呀？可是他可能是真的忙，毕竟是清北大学，总不能像你一样成天翘课混学分吧？我什么时候混了？依依，这学期你社团活动不参加，选修课你也不上。你没发现现在除了我们几个约你，根本就没有人约你出去玩吗？哎，还好我没跟你谈恋爱，不然我得烦死你。可是我们是异地恋啊。可是你的世界里不是只有恋爱啊。赵依依，我问你，如果你现在是许家树，你会喜欢一个这样的赵依依吗？许家树已经快要成为你生活的全部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有点你自己的生活呢？要不这次我先不去找你了吧？怎么啦？我忽然发现我还没有好好体验大学生活就已经大二了，甚至都没怎么参加过社团活动。没事，我们之后日子还长着呢啊。那我们就说好了。你快看，我之前也没听说你俩要学吉他呀。那边那几个是为了泡妞学吉他的，这谁认得学吉他的？你不是喜欢听音乐吗？这不刚好有免费的音乐可以听吗？就他这水平，也就骗骗小姑娘。说什么呢？这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以前没见过你啊。我叫芝芝，男星，赵依依。我叫萨克，吉他室室长，欢迎大家今后随时来玩。哎呀，接吧，你这不都翻页了吗？奖励一下自己，接吧。乔乔说的对，我的生活里不应该只有许家树。他曾和我说，在爱情里越主动就会越被动。我按耐着时刻想和他联系的心情，开始了我真正的大学生活。不就是去看个演出吗？大可不必吧，来拍张自拍，发个朋友圈。不用了吧，制造新鲜感，懂吗？也许还有一丢丢的危机感。嗯，无感。好吧，许家树平时应该不会看朋友圈。
还行吧。你今天挺好看的。怎么啦？以前不好看？也。我觉得最近。实验结果是87，不是81。你今天的状态不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弄错了。想他想疯了，怎么了，依依？你们俩在演偶像剧呢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穿裙子冷吗？不冷。那还挺好看的。发朋友圈了？你不是不爱发朋友圈吗？哎，等会儿，我来修个图。依依，怎么样，自然吗？挺可爱的。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好像变了。不至于吧，我是瘦了一点。我是说你最近好像都不太需要我了。看你最近过得挺开心的，我以为你开心，但是我希望你所有的开心都是因为我。我知道这样说确实不太好，反正就是。就是你，你告诉我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我也想你。我也想你了，很想很想很想。不行。你看，我最近一段时间都联系不上你。我就是不想让你随时都联系到我，更不想让你知道我在想你，让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想和你联系。我怕你会嫌我烦。傻瓜。
我不会的。不管有多远的距离，不管去哪里都可以，多想有一种能穿越时空的能力，时间的风啊吹个不停，我会用力抓住你，如果你真的愿意。不管有多远的距离，我也要用力抱着你，不如爱一场输了世界也赔给你，和你说晚安，明天再见，再见。以后你想我就得告诉我，我会来找你的。那你要是想我了，你也要告诉我，不许让我一个人主动。Let go。什么呢？我现在彻底想通了，想要战胜异地恋，归根结底就是要多见面。也好，17号单。而那些无法见面的日子，我努力让自己充实起来。虽然能攒下的钱不多，但我能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变好。你知道外卖怎么吃最好吃吗？我为你也能变着招让他知道，谢谢，我就在身边。你知道异地恋成本有多高吗？你看我上网得花钱吧，打电话得花钱吧，买车票也得花钱吧，那哪儿不要花钱啊？那我跟乔乔逛街呢。你不挂。乔乔在叫我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。往后退，你给我挂了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好好好好，保持住。哎，好。都几点了，你不要命了？亲爱的徐甲树，吃饱了就不会孤单。再忙也要记得吃水果，吃完记得想俺。美国的这个交流项目是这个领域里最前沿的，咱们学校只有一个名额，机会非常难得。那老师，什么时候去啊？大四。去多久啊？大概两三年吧。这么久啊？你不用着急回答我，好好考虑一下。下这么大雨还往里冲，不怕感冒啊？我先看了一天书，淋个雨没准还能清醒一下。男朋友呢？怎么没来接你啊？在北京呢，忙着学习，我也不能总让他来找我吧。所以你更不应该生病。拿着。谢谢啊。依依，今天我们教授跟我说，又放我鸽子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鸡汤。
要不是因为你生病了，我才不会原谅你呢。哦，跟徐家树也挺有缘。张依依，你先喝汤吧。哎，你看是这个吗？哎，你看一眼嘛。你干嘛摔我手机啊？你要摔坏了，我还怎么跟许家树联系啊？我真是不理解了，你现在除了手机、许家树，哦，还有赚钱，你没有别的东西了。你还需要朋友吗？你还需要我吗？你干嘛突然这样说话呀？你有享受那些变被动为主动的理论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理智，你高冷，你想对李唐嘘寒问暖的时候说两句话，不想说话的时候就不说话。你天天装来装去，装的有劲吗？你们不要老提李唐嘛，跟李唐有什么关系？生活里不是只有爱情的，赵依依。我跟你说，许家树根本不会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他也不会因为你感动。首先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想让许家树感动。还有。你不就是怕吃亏吗？说好听点，你就是不相信爱情；说白了，你就是自私。赵依依，如果有一天你跟许家树修成正果了，麻烦你第一个通知我，让我看看什么是伟大的爱情。就是瞧吧。这出国名额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跟依依姐说了没？异国跟异地性质可不一样啊。和鸡汤都堵不上嘴是吧？十点了，依依怎么还没回来？我给他发消息，他也不回；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他不会又去北京了吧？乔姐，你要不给依依打个电话吧？我又不是他妈，我管他。还生你气呢？几点了？你干嘛去了你？都说了，叫你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。幸亏只是摔了小胳膊，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儿，你就安心养着吧。来来来，躺久了，坐起来，给你烧点热水啊。对不起。我就是因为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，才故意说那些话气你的。你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是自私的人呢？烦死了！怎么还抢我的词儿呢？坚持爱一个人怎么会是错呢？你多勇敢呀！不像我吧，总是顾虑这个，担心那个。哎呀，但是有时候越害怕受伤，反而越会受伤。你别害怕。你看你要受的伤，我都听你说过了。别乱动，我求你了。哎，你手机在我这儿。要不要给许家树发个信息？这么大的事儿。不用了，他现在估计忙着考试呢，别让他瞎操心了。行，你坐着吧啊，我去把你烧点热水。乔乔，
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儿，只要我乔姐想做成的事儿，就一定能做成。谢谢。我是你坚强的小后盾呢。你好土。赵依依，恢复的怎么样？满城花来看看你。真孝顺，我谢谢你啊，送我康乃馨。这是康乃馨啊。那你没买。都买错了呗。水果没了，一会儿。你怎么来厦门了？今天没课呀？先好好休息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怎么突然带我来这儿啊？你以前放学不是总来这儿吗？当时还不是给你打赌，为了让你跟我一起去夏令营，拼了老命才把篮球机的排位投成了第一。行，今天我们也打个赌呗。赌什么？只要你能连续投中10个球，我就跟你在一起。真的假的？你没吃错药吧你？你投不投？跟我走喽。啊，投。乔乔，嗯，要是我今天又没考上，怎么办？我说如果，嗯，那你就按原计划出国呗。什么意思啊？就算今天你没投中球，也没考上一个好大学，你也没有为我复读。就算你还是像现在一样，就是那么傻乎乎的、普普通通的站在这，我还是会跟你在一起的。我喜欢你，只要是你，一国我也认了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是不是傻呀、啊？你这个人，我跟你说了半天了，喜欢你，喜欢你了。就你这个脑子，怪不得你考不上呢，真的是。我告诉你，你好好的复读。不要偷懒，知不知道？我在大学等你，我跟你讲。乔乔和李涛终于在一起了。傻不傻？傻子。上次跟你说的出国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考虑好了。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好。
我马上要去上海实习了，明天就走。这个送给你。这你写的？无聊的时候可以听一听。我倒是没什么能送你的，要不然就送你点好运气吧。赵一，把好运气都留给自己吧，一个人别那么辛苦。谢谢你。走了。依依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先去北京看许家树，他这个假期回不了家。嗯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嗯，你要按时吃饭哦。拜拜拜拜。哎爸，我学校有点事儿，忙完了我肯定回去了。嗯，放心吧。挂了挂了挂了啊。嗯，哇，这天好冷啊，你过去吃饭吗？啊，算了吧。减肥呀、啊。依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好吃的那道菜好像没点。算了，我也忘了。依依，你看看还要再加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也不饿。吃吧。吃啊。这个有香菜，我吃不了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服务员，再来一份麻酱，不要香菜。我看你过年回不了家，特意飞到北京来，想给你个惊喜。没想到惊喜这么大。不是依依，他就是我同学。上完实验课下课之后，他给我买了杯奶茶，没有别的。你们是不是一起上完实验课还要一起去吃饭？吃完饭一起逛街、看电影、聊天，做着我只能在梦里才能一起做的事。许家树，我真的受够异地恋了。就是因为异地，难过的时候不敢跟你说，开心了没法跟你分享，打字没有语气，电话没有表情，哪怕十次里有一次我想见你的时候你可以陪在我身边，我都会觉得安心，都会觉得有力气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乔乔说的对，异地恋就是阿斯巴甜，假的就是假的。我知道异地恋很难，但是我们在一起也有很多快乐的日子，不是吗？那些都不是假的。不是依依，依依，你听我说。许家树，我不想听。我的手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住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为了你打了多少份工，受了多少委屈吗？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。我告诉你没事的时候，你就以为真的没事了，是吗？我说的这些，你到底懂不懂？我不想再对着手机笑，对着手机哭了。依依，张依依，许家树，你在那干嘛？你快上来！张依依，不要。
不要轻易放弃，好吗？你说的对，我以为我之前做得很好了，但是差得还很远。你打工我不知道，你受伤了我也不知道。我总想把欠你的放在未来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好好规划过我们的未来。一叶，大四就可以实习了。如果你喜欢北京的话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如果你想去别的城市，就带上我。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，怎样都行。你以为你说这些我就会原谅你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不要觉得我幼稚，我想给你一个家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呢，大四想去北京实习。爷爷，你俩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隔得这么老远，那我坚持下来确实很不容易。不过就是你离爸爸妈妈越来越远了。是啊。你记住，如果许家树要欺负你了，你可不许瞒着爸爸和妈妈，嗯？嗯。谢谢爸爸。嗯。来，恭喜我们家孩子终于考上了！耶！嗯，这么容易。我这个笨蛋的人生目标已经实现了，就是和你在一起。但是呢，你现在在我这儿已经不是笨蛋了。啊？乔乔的笨蛋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受不了了受不了了，来来，祝你俩率先结束异地恋，干杯！老许，许大聪明。哎呦，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呢，挺不看好你俩这对的。哎，没想到啊，坚持了这么多年，我很佩服。但是，老许，趁早结束异地恋吧。这些年呢，你错过太多你没见过的赵依依了。我很心疼他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赵依依永远值得最好的。妈呀！这些年多亏有你们在他身边，依依以后交给我了，来干杯！哎呀，终于等到你说这句话了！你别让他再缠着我了，我也要谈恋爱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谈着呢吗？我从来不敢奢望的事发生在了好朋友身上，我好羡慕啊！打败距离和接受距离，哪种更勇敢呢？赵一，
怎么样了？徐家树，我们终于要结束异地恋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面上。我在郊区订了一个民宿，今天晚上给你好好庆祝一下。如果面试没通过怎么办？那你来北京也值得庆祝呀。徐家树，这一次我们是不是不会再分开了？我答应过你，在北京要给你一个温馨的家。等我实习挣钱了，我们就租一个大房子，离林周刊只有两站路，这样你每天早上就可以睡到8:30起床，然后走5分钟就能到地铁站。小区附近呢还有一个超市，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买菜，一起做饭，做你最爱吃的永宝虾。你不是不爱剥虾壳吗？我就全部给你剥好了，喂给你吃。吃完饭就窝在沙发里，看你最喜欢的电影。我可能已经离不开你了，怎么办，徐家树？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依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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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对不起，我不该看你的信息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北京要有一个家。是我自己放弃了出国，我们说好一起要结束异地恋的吗？可是和异地比起来，我更害怕。也许以后我们感情遇到一点挫折，你会后悔为我留下来。你在哪？我们见面再说好吗？啊？可是见到面，我又舍不得让你走了。2000公里变成10000公里，何况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视频通话也不按距离收费。徐家树，谢谢你这次选择了我，足够了。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，也是真的喜欢你。
都说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。很显然，我成为了之前的我不可能成为的自己。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，希望你也一样。当时的你不许我复读，现在我也不许你为我留下。去你该去的地方吧，成为让我骄傲的大树。徐家树，请相信我们的决定。依依，哎，我刚才看天气预报啊，说北京今天有大暴雨。你是不是还在单位呢？闺女，快点把外卖点上啊，一会儿雨大了不好叫配送了。哎，点什么外卖呀？吃外卖多不健康，别听你爸的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就别操心了啊。
是蓝尾畅鹏引发的毒果烟，必须马上否认。要做梦了。上次在梦里，我们还在海边，你带我去看日出，你捏一下我的脸。你真的回来了，这不是梦。爷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欢迎回家。走。你收拾的还挺好。那是必须的。学会做这么多菜，人在异国他乡嘛，不会也得会。给你包个虾。在国外剪头发很贵吗？嗯。有个疤，没啥啊，骑车摔的。给你煲个骨头汤，哎，养养胃。好呀。在国外，8点钟之后，很多菜都会打折的。买点蔬菜。再帮我说说吧，我现在真的回不去。我们去散个步吧。你这次回来，我还挺惊讶的。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学会了做饭，额头上有了新的伤疤，甚至有了抽烟的习惯。我知道这两年你一个人挺难的，所以这些事儿我都不想告诉你，怕你担心。我们都习惯了报喜不报忧。
来，大家走一个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这一年辛苦了啊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晚去哪儿啊？唱歌。一会儿吧。太晚了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人家男朋友在美国，谁想跟你一起唱歌啊？我说你这么说，我就没法接了啊！来来来，喝酒喝酒，喝一杯。来，哎，干杯！记得这些声音吗？今天是520，生日快乐！我给你的礼物记得查收。圣诞节快乐！今天的夕阳特别美，你分享给你，你要是在就好了。宿舍熄灯了，要小声说话。你在干嘛？有没有想我？听得到吗？我们又熬过了一年。徐家树，你有多久没看过海了？听。多想越过手机拥抱你，而不是抱着手机想。礼物你收到了吗？我马上就到站了。拿着行李在门口等着呢，舍不得你，舍不得站，第一个冲出去。这些年，是你的声音，陪我度过了所有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日子。天气预报说要下雨，你别淋着了。我现在就想回福州。我小心翼翼地珍藏他们。快点接我电话呀！假装你就在我身边。北京是不是又下雪了？快拍点照片给我。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们。让无数个孤单难熬的时刻变得稍微好过了一点。可上次回来，我看见病床上的你，我才忽然明白，这些年一直躲在这些声音背后的我，放心吧，我带伞了，真正错过了什么。要熄灯睡觉了，我先挂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我看不到你笑着说完晚安，又忍着胃痛继续熬夜工作。看不到你轻描淡写说着没事儿，其实偷偷流了很多眼泪。真正承受这一切的，一直都只有你自己。你的每一条语音，每张车票，都记录着你无数次想要战胜异地恋的决心。回国了，你要带我去吃好吃的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中午吃点什么好？吃挺爱吃的。真好看。能不能不要吵架了？对不起啊，是我态度不好。这感觉最近有点胖。晚安。那见面还能抱得动吗？我们一定会战胜异地恋。我会把国外的研究拿回国内继续做的。这次回来，我就再也不走了。依依，让我们一起战胜异地恋吧。大家都说，熬过了异地恋就是一辈子，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等到那一天。我不想我们也变成那样。藏不住翻来覆去想你的
我是许家树，他是赵依依。此刻的我们没有距离。会不会刚好爱在这一刻最好？下次什么时候能见面啊？提前6个小时来到郑州，等一下准备给我女朋友一个惊喜。我来啦，我俩已经半个月没见了。我爱你，爱你，我爱你。不管有多远的距离，不管去哪里都可以，多想有一种能穿越时空的能力。时间的风啊，吹个不停。时间的风啊，吹个不停。